天打五雷轰，天在打锣鼓。啊，刚刚这里听一下这耳机的声音，这神经病啊！耳机啊！你的嘴巴，我在听你讲什么？你嘴巴没爆炸？电池爆炸！电池爆炸！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今天好，我是阿全哥，我是地球人，效果哥，我们请来了。对，今天和我一起拍片。今天呢，我要玩一个游戏，两个人戴耳机，自己创造一个题目，然后之后用口语来说给那个那两个人听啊，对，因为那两个人会把声量开最大声，他们听不到那个出题的人讲话，对，完全听不到，看他们嘴巴。讲什么？我让你猜。那这个游戏会进行两回合，一回合那个问问题的人可以问三个问题，那先抢到答案的人可以拿到一分，那没有抢到答案的人就拿零分了，非常可怜。在我身后这里这个打狗棒，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打狗棒。你要声音吗？多么响亮！喂喂喂！你讲的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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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数最低的人呢，一个惩罚，惩罚是这个。你打狗棒，打屁股。打屁股，一个人十下。一人五下。打十下。五下。十下。两人十下。然后两人十下。现在我们开始。现在我们来开始问问题。我靠！我听不到。莫西，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OK， 好。你是狗吗？唇语讲好来。你是狗吗？第一红白。停停停停 ，stop！ 你的嘴巴，我在抽你讲什么？你嘴巴没错。你是狗。妈，你是狗吗？一分，我讲大声啊！这个拿一分，你是狗吗？这个拿一分，我讲大声刚才，不是，你是红白呗？不是。第二题，金，几个字？四个字 ，OK， 四个字。金，盆，洗，手，金，金。你的嘴巴，金，我看不出你的嘴巴在讲什么。盆，盆，金盆洗手。一分，第三题。你有机会了吗？我在听我的声音。等下，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冷，冷。冷冷哈冷冷冷冷冷气好冷哈冷什么东西冷你呀、啊、好冷你的嘴巴看不出我的吗冷气好冷你是好人冷都来了冷气卖了好冷妹妹气冷气冷静冷吹冷冷静冷吹冷吹冷嘴口臭啊！冷嘴，冷风吹，冷冷气，冷气，哎呀，冷什么？好，
重新讲。冷气好。冷气好冷。冷气好冷。卖的。我怎么炸了？这人是阿群哥两分，笑哥哥一分。阿群哥问。现在是到我问的。哎，我们交换位置。现在不是我输定啊。四个字。电。电。电。啊！电池爆炸。啊！难跑。啊！难。哈。电难。电啊！电。池。电池。池池。啊！电池啊！电池爆炸。对，电池爆炸，电池爆炸，电池爆炸，这位地球人是两分，我两分，小黄是零分，目前为止。第二题，三个字，红眼病。红眼皮，红眼病，红眼皮，红眼哦，不是红眼皮，不是红眼红红眼病，重来，红眼病病，红眼病，不是红眼病，差一点点，红眼病，红眼病啊，对，红眼病，啊，刚刚这里听见这耳机的声音。神经病啊！耳机啊！第三题开始，五个字，你妈爸哈，你爸爸，你妈妈，你妈妈，你爸爸，你妈妈叫你，你爸爸叫你，你爸爸找你，你妈妈找你，你妈妈，你妈妈叫你啊！对，啊，对了，你妈妈叫你。好了，帅哥，所以这小黄现在是两分，阿轩哥也两分，所以是现在是暂时扯平。现在我们换地球人来问问题。啊，对。妈，神经病。几个字？四个字。对。天打雷。天打雷劈。啊？你打劈吗？不是，你是傻逼。天打雷劈，你妈个逼！你天打雷劈，你是大便。一个字读。你天哪？哎，跟我讲话，哎，天，一个字讲，我一个字讲。你。天电打，天打雷劈，妈了，我想打又有烟又打，我天，烟打雷劈，天哪，几个字？五个字，你啊，你脸，你。第一个字，你是吃。第二是吃，你是对是对不对，你是吃是讲完五个字，你是猪吗？讲慢一点，你是猪狗啊，你是水龙头，
你第三个字，猪。第四个字，第三个字是什么？第四个字，你是猪狗吗？你是猪狗吗？你是猪狗吗？你听得到吗？是啊。没屌，屌我腿。你喜欢？是吧？妈的，问这个问题，你是猪狗吗？切了。五个字，五个字。天打五雷轰。你是谢霆锋。丢雷了某，第一个字，五个字，丢雷了某，嗨，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天在打锣鼓，我要疯了，天打雷轰，哈，对不对？打，第二个字是打，打，天打，读音改一下。五五五哈五哈，立马立马五哈，不对啦，对，人家乌龟，天打五，天打五雷兵，啊，不是，天打五雷轰，对啊，对啊，不是天打五雷轰，不是啊。讲这个五分，我觉得不玩了啦，我过来看到你管了。好、啊，现在是换人，换成 JM 小黄问题目。哦，很恐